油价的下跌对航空的板块来讲，基本上是利好的。但是油价只是影响到航空股的他们的成本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它的收入，经济的方向，经济增长的速度才是影响到这个收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。看来现在的经济来讲还是有点不明朗了。可能是经济的增长可能是会放慢，这个但是影响到客运或者是客运的一个增长，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大环境以下了，我会避免一些对经济是比较敏感的一些板块，比如说是航空股这个板块，但是毕竟油价的下跌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的一些炒盘的机会。所以投资者这个自己就要小心的选择了。